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针对治安乱点、行业乱象、基层乱局，展开了为期三年的全领域全方位的大扫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要求，对群众反映强烈、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行业和领域，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依法重点整治，在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上下真功夫、细功夫，确保取得实效长效。民之所愿，建之所止。矿坝、路坝、菜坝、鱼坝，欺压百姓、扰乱市场、称霸一方，资源行业的非法垄断、娱乐行业的藏污纳垢、新兴行业的非法野蛮生长，成为了滋生黑恶的土壤。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紧盯重点地区和行业领域的乱象乱点，吹响了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的冲锋号。来说拿出来，把身份证拿出来。是丁俊勇是吧？对对对。邓丽勇看上去长相清秀、温和斯文的他，却是当地一个特大涉黑组织的黑老大。最少带四个保镖，从车上下来，首先要保镖先下来四个位置、四个方位站好。然后他才下来的，哪句话说的不合他意，就一嘴巴就过去了，那种。然后他下面有个叫石头的，拎那个耳朵真的当众人面就那种扯着就扯过去，那些根本不敢回嘴，也不敢回手的。从2011年开始，以邓丽勇为首、成员多达75人的涉黑组织，靠暴力威胁、敲诈勒索等多种不法手段，把持了大理市多家酒吧、KTV、迪厅等娱乐场所。那全部都是现钱，看见没有？来。警方查明，邓丽勇涉黑组织还开设了16家地下赌场，辐射整个大理市。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他们组织了200多名妇女卖淫，其中还包括未成年少女。为了谋取暴利，邓丽勇专门制定了严苛的规矩来约束和管控色情服务人员。每一天晚上你要负责哪一间房间的开房，每一个月呢要对你进行一个考核，一个提成。在陪着一些来进行消费的这些客人的时候呢，要应客人的要求，要近距离的贴身的这样一种的陪护。酒水销售你必须要达到多少，然后达不到呢就要扣你的工资，就要处罚你。经检察机关认定，邓丽勇涉黑组织通过组织卖淫累计获利达3000多万元。为了让非法生意不被打击查处，邓丽勇涉黑组织先后拉拢腐蚀了多名执法人员。这是邓丽勇涉黑组织整理的一张送礼清单，里面涉及公安、检察、文旅、工商、税务等多个部门的公职人员。我们特警支队去查处电子游戏赌博的时候，是一个领导给我打了招呼以后认识的。每年的这个春节，他以这个红包送红包，还有那个烟酒这种形式来过年来看望我，可能有七八回还是十多次。最多的一次送过多少？就是1万到2万吧。除了收受黑金，田斌和王婷还享受着在邓丽勇的娱乐场所免单消费的好处。就这样，
他们从打击犯罪的执法者逐步沦为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他们呢用暗语，就是比如说发短信，就是下雨了，要注意洪水会冲到家里面来，把你们的家具损坏。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派人来检查了，你们的游戏机要收起来。根据纪检监察机关调查，接受过邓丽勇涉黑组织钱物贿赂的公职人员多达130多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后，公安部于2018年8月将该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大理州扫黑办从全州抽调警力组成专案组，经过400多天的侦查，抓获犯罪嫌疑人75人，破获相关案件150余起。2019年9月，云南省大理市弥渡县人民法院认定，邓丽勇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组织卖淫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罪等8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4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黄赌毒等社会治安乱点历来是滋生黑恶与腐败的温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把清除治安乱点作为治乱清源的重要靶向。针对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问题，各级各部门一手打击乱象，一手补齐短板，全力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力。公安机关在全力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同时，重在落实完善对重点行业场所的常态长效监管机制。所有省级公安机关每年要完成2次对所有地市的娱乐服务场所的暗访侦查，做到暗访常态化、地区全覆盖、打击无死角、重点回头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截至2020年12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涉黄涉赌刑事案件11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2万余人，查处涉黄涉赌治安案件115万余起，查处违法人员325万余人次。治乱不仅要攻克大案，更要以案促治，从源头抓起。全国扫黑办要求各地发现问题要及时下发监察建议书、司法建议书、检察建议书和公安提示函，通过3书1函向有关行业监管部门通报情况，提出整治建议，并持续跟踪督办。从专项斗争伊始，党中央就明确要求要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强重点整治。所以呢，开展行业清源不仅是贯彻党中央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要求，同时呢，也是我们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具体体现，同时还是我们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煤炭、河沙、电力等领域，由于其行业特殊性和高利润特点，容易成为官商勾结谋取暴利的对象，腐败滋生黑恶，不但严重危害行业健康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群众生产生活。乱生恶，恶生黑，乱是黑恶之源，行业乱象是滋生黑恶势力的主要土壤之一。毒瘤不除，痼疾不去，黑恶势力就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为了最大限度挤压黑恶势力的滋生空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强调，各有关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能，主动承担好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职责任务，依法行政，依法履职，强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监管，防止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国政法机关与行业监管部门加强协作配合，对盘踞在资源富集领域的沙坝、电坝、
重拳出击，打击与防范同步推进，治乱与扫黑双管齐下。绿色发展是一场革命，扫黑除恶是一场斗争。长江，中华民族母亲河，今天它更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长江沿线视察调研，为长江经济带发展谋定方向、擘画蓝图。2018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长江时强调，要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的重要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公安部联合组织开展了长江干流河道采砂统一清江行动，重拳打击长江流域黑恶势力非法采砂违法犯罪。湖北荆州拥有483公里的长江黄金水道，九曲回肠的荆江流域蕴藏着素有水中软黄金之称的砂石资源。这条黄金水道历来是非法采砂的重灾区，荆州也因此成为打击长江流域黑恶势力非法采砂的主战场。2018年3月，湖北松滋扫黑办收到一封关于长江冤石段有人非法采砂的匿名举报信，但当民警到冤石走访时，一问到非法采砂的情况，当地群众就欲言又止。后来就改变了那个侦查方式，就是我从晚上的时候就去过去调查走访，再就是把相关的人员呢邀约到那个城区啊，相隔那个冤石很远的一个地方啊，秘密的调查。秘密调查，群众才敢说出真相。村民们称，非法采砂的人都是地方一霸。冤市镇江边的村民因不堪忍受挖砂船巨大的噪音，多次向相关部门举报投诉，可是连续几年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遭到了不明人员的打击报复。他们开着车把我检查们大天猛地撞了，就这样撞了以后，电检查们失火，我家的失火，把窗户给我砸了，但是都是生产的砍刀啊，这我一出来我就不敢出来，不敢出门了。举报却被打击报复，这说明监管者已经和黑恶势力沆瀣一气。2018年6月，湖北松滋扫黑办成立专案指挥部，对案件展开进一步侦查。首先抓捕了对举报人报复行凶的丁春波。打举报电话肯定是影响河里的采砂情况了，因为我也是华润号的股东，投了钱的，肯定做事才能跟别人还钱，尽量的好有收益嘛。警方查明，丁春波是非法采砂工程船华龙号的股东之一，大型采砂船华龙号的造价1800多万元，由10多个股东共同出资进行股份制盗采，背后的大股东有2个，分别是郑国平、贺克坤。最赚钱的还是华龙号，如果就讲的实实在在的话，华龙号一天如果说挖了好了，一天可以挖个10000吨，就是正常挖，如果正常不停的挖，可以挖10000吨。一天挖砂10000吨，按照2014年砂石的价格，非法采砂一年就有300多万元的纯收益。那么，又是谁将举报信息透露给采砂涉黑组织的呢？专案组对非法采砂背后的关系网展开调查。姚金勇
荆州松滋水政监察大队原副大队长，作为渊始镇长江禁采执法点的负责人，他一只手握着执法权，另一只手却收保护费。姚金勇保护的不是长江，而是郑国平、贺克坤等人的十艘非法采砂船。为了让这十艘船在江面上不那么惹眼，他暗中与船主定下了五不采的约定。当时的话，内部就是定了在五个条件下不允许采，白天不能采，因为这是偷采的话，你白天采的话就，然后就是选段不能采，上面有检查的时候不能采，汛期不能采。五不采之外可以随便采，在保护伞的包庇和纵容下，郑国平、贺克坤伙同其他采砂船主，将十艘船组成联营船队，自封为采砂协会。他们对联营的采砂船进行排班，轮流到长江里偷采砂石。就是我们十条船，就是一个三十五六七八九十，写十个指头，抓到一到五就是先出去，或者采两天、采三天，就回来再就是六到十，再后面呢再出去采几天。联营船队还规定，按照一吨一块钱的标准收取管理费用，这些费用专门用于打点关系。就是向管理部门行贿，然后再就是对于那些处理外围人员，有时候比如说对打伤啊，或者是把别人身体用刀划啦，或者什么跟别人赔钱，也就是处理后续的善后事宜。以执法权入了干股的姚金勇等人，从此对非法采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应对上级检查，姚金勇还经常组织船主们一起演戏，特别是在上级部门要来检查这个船只的时候，他会提前通知他们，将所有的船只封存到一个特定的一个地点，贴上封条，船上的砂石全部打扫干净，并挂上那个严禁采砂的那个条幅来迎接检查。上面的检查的话，肯定要有点声势，有点效果了，要提前做好迎接准备，就包括哪几项准备，要不要拉横幅啊，要不要贴封条啊。在郑国平、贺克坤等人的眼里，姚金勇成了有金用。有了保护伞的遮风避雨，联营船队在长江流域渊始江段非法采砂畅行无阻，累计盗采卵石640万吨，金砂2.27万吨，金额达1.28亿元。有恃无恐的郑国平还打造了一艘炼金船，使用汞从金砂中提炼水银金，并将洗金废水汞直接排入长江，对长江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近岸超深度开采会引发崩岸、堤防的坍塌，还会影响鱼类的栖息地，甚至会对河势稳定、河道行洪带来一定的影响。2018年12月，这起案件被公安部列为挂牌督办案件，荆州警方抓获涉黑组织成员53人。纪委监委对该组织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问题深挖彻查，对18名涉案公职人员作出了党纪政务处分，立案22件，涉及港航管理局、水利局等多个行业主管部门。荆州市建立由公安、海事、长航、交通、水利等11个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破解九龙治水的难题，全面打响了长江生态保卫战。我们部署开展以护水、护鱼、护沙、护林、护法、护民6户行动为载体的长江生态保卫战，特别是针对非法采砂严重的现实，我们将打击非法采砂作为扫黑除恶的重中之重，作为6户行动之首，组织全警全流域作战，对非法采砂的违法犯罪，特别是黑恶势力掀起了凌厉的攻势。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长江沿岸十个省市相继破获了一批非法采砂以及破坏长江生态的大案要案，共打掉非法采砂涉黑组织59个，恶势力犯罪集团37个，查获非法采砂船328艘，查处涉案公职人员261人，有效服务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为进一步加强长江河道采砂管理，保障防洪、通航和生态安全，水利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建立长江河道采砂管理3部合作机制，强化长江大保护监管。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共创大保护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也把这个非法采砂作为扫黑除恶这个专项斗争的这个重点的领域，这个通过专项的治理和高压严打，保障了这个长江采砂持续稳定向好的这么一个态势。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自2021年3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作为我国首部有关流域保护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举措，不仅关系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而且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以良法求善治，这部法律实施后，长江流域非法采砂、非法捕捞等行为成为了重点打击对象。按照疏堵结合有效管理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规定了长江流域河道采砂规划和许可制度，划定禁止采砂区和禁止采砂期，除没收违法活动船舶外，非法采砂从过去的最高罚款30万元提高到处货值金额20倍以下或者最高200万元罚款，极大增强了法律震慑力。以法律筑起保护长江的堤坝，依法保护长江的防洪安全、航道安全和生态安全，确保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而是哈尔滨电力实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李彤的个人藏品。李伟和李彤是亲兄弟。2010年，李伟任哈尔滨市电业局局长助理，兼任哈尔滨电力实业集团公司总经理。3年后，李伟被提拔为哈尔滨市电业局副局长，他的弟弟李彤接任哈尔滨电力实业集团公司总经理。除了豪车与古董，李氏兄弟在松花江还有一处豪华码头。更让人惊讶的是，李氏兄弟拥有的房产数量多达69套。
这69套当中呢，其中有55套是在哈尔滨，然后分布在26个小区当中。这些房产和车位呢，基本上遍布了哈尔滨所有的中高档小区，累计有8个亿的财产。就是他们的房产、车辆没有贷款购买的，都是用现金直接购买的，查扣的现金就近10亿吧。作为国家电力系统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巨额财产从何而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之后，重点行业领域的全面整治随之展开。2018年10月，哈尔滨市纪委监委根据群众举报成立专案组，对李伟、李彤的违纪违法问题展开了调查。根据线索双向移送反馈机制，2个月之后，纪检监察机关将李氏兄弟涉嫌黑恶犯罪的线索移送至哈尔滨市公安局，对案件展开同步侦办。2018年的时候，哈尔滨就好多用电企业都跟那个发改委啊，还有市委那个有个营商环境办公室，就提出异议，就是说他们都在用电、办电、接电的过程中受到阻碍。最后一直告到市委那儿，就经常开会，就说怎么这个重点推进项目，一到电这就卡壳。警方调查发现，卡壳的不仅是企业用电，在哈尔滨的一些住宅小区里也存在着一种奇怪现象。嘎哒一声，对，嘎哒一声，对，就没有电了。我们经常爬楼梯那段时间哈，一声就没电了，突然就没有电了，我们就爬在楼梯上。我家25楼，我们就爬上去。我们最惨的是停电了，带着孩子，我们上外边住酒店去了。这些小区居民用电被卡，原因是长期使用的是临时施工用电，而临时电无法承载高负荷的居民用电量。原本在入住之前就应该办好的正式电，为什么迟迟供不上呢？为什么没有正式电？你想说的着急供电，那你就拿好处，没好处的话肯定不会供电。就从那个李伟开始管理配套费这个期间，从2010年到2016年，电力配套费指的是小区开发商按照建筑面积向电业局缴纳的费用。按照政策，配套费工程应该向社会上所有具备资质的电力企业公开招标，但在李伟任职电业局副局长期间，公开招标大都变成他的个人指定。实际电业局他没有一个招标，他都给各个下面分公司招标，都是围标了。每当有开发商申请供电，作为哈尔滨电业局副局长的李伟会先将配套费工程指定给下属企业哈尔滨电力实业集团公司，也就是由他的弟弟李彤接手，然后再走个形式补齐招标流程。从我们调取的证据看呢，实际上他们并不愿意将这个工程委托给这个实业集团，但是由于这个李氏兄弟这种强势地位，所以他们不得不接受了这个指令。如果不是他指定的施工单位，他是不予验收、不予供电的。如果是破坏他们的规矩，就会导致你的项目有无穷无尽的这个用电上的各种麻烦。李彤从李伟手中拿到工程后，会分包出去，但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些工程大都交给了自己的三哥李健。李健是李伟的亲弟弟，李彤的哥哥。大哥在电业局有权力，四弟在电力集团有工程，三哥李健在哈尔滨成立了多家电力安装企业，负责把权力和工程变现。我这个工程我愿意给计生单位，像分公司我就给分公司，不愿意给分公司我就给我哥呗，那就或者是我给我的朋友呗。层层分包不过是从李氏兄弟的手中传来倒去，利润始终没有转出李氏兄弟的口袋。专案组调查发现，除了需要招标的配套费工程，那些用电单位可以直接委托施工方的工程也没有脱离李氏兄弟的黑手。由于掌控着验收送电这个最后环节，想要承包电力工程就必须过李氏兄弟这一关，不让李氏兄弟经手，用电单位和企业就会遭到敲诈勒索和暴力威胁。电力这块儿你有啥事儿，黑龙江省这块儿你就吱声啊，
我肯定是全都能说的算啊。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警方查明李氏兄弟分包的配套费工程总价达31.6亿余元，通过非法手段竟然垄断了当地电力系统77%的份额。李氏黑恶势力俨然成了电霸，在不断膨胀中自我感觉可以在哈尔滨供电领域一手遮天。李氏三兄弟犹如三头恶虎，常年盘踞在哈尔滨电力行业，成为阻碍当地民生改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毒瘤。2019年6月，中央扫黑除恶第14督导组进驻黑龙江，重点督办李伟、李同案件，要求在打财断血上持续发力，深挖背后的保护伞。2019年7月，全国扫黑办将李氏三兄弟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要求查办一案带动一片，以扫黑为切口，深挖乱象根源，整顿行业漏洞。经过近2年的侦查，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5名，查处刑事案件308起。李氏三兄弟共涉嫌故意伤害、非法拘禁、寻衅滋事、强迫交易、聚众淫乱等24项刑事犯罪，共形成3285本卷宗，可以铺满5个篮球场。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公安机关坚持深挖彻查，不让一个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不能今天打掉了李氏兄弟，明天又出现了其他的黑恶势力。为此，我们要求公安机关对专项斗争以来查办的黑恶犯罪案件进行全面梳理，实现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推动有关监管部门完善制度，严密措施，堵塞漏洞，最大限度地挤压黑恶犯罪的活动空间。李伟、李同、李建、左凤云涉嫌。2020年8月24日。李伟、李同等21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在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李伟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2020年10月30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对被告人李伟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寻衅滋事罪等20项罪名；被告人李同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等18项罪名，数罪并罚，均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李伟从一名普通的电力安装工人被提拔为电业局副局长，他和弟弟李同还都当选为哈尔滨市人大代表，为非作歹却扶摇直上，暴露出相关职能部门和相关人员疏于监管，严重失责视察。哈尔滨市纪委监委对30余名公职人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并督促电力系统对64名相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进行问责。哈尔滨市电力行业展开了行业整顿，电力行业秩序和营商环境明显恢复。我们先后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包装接电专项治理23条，提升供电服务水平2年行动计划和推进办事不求人等一系列供电服务的新举措，利用1年多的时间开展新建住宅小区临时电带正时电问题的专项排查治理。
像以前呢，像配套费呢，像这样的大型工程啥的，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所以现在来看呢，我们通过这个市场实行了竞争以后呢，我们可以有机会参与了。特别是你像今年我们承担了30万户的换表任务。行业治乱清源，关键在于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压实各部门监管责任，防止不作为、乱作为，实现常态化治理。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全国扫黑办会同24家成员单位，对社会治安、乡村治理、金融放贷等10个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向治安乱点、行业乱象、基层乱局等问题果断亮剑。各行业领域主管部门通过完善纪检监察，政法机关与行业主管部门常态化对接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工作联动，强化跟踪问效、督办问责。3年来，全国共打掉涉矿领域涉黑组织449。有效提升了行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在开展专项斗争中啊，我们打掉了一批盘踞在像金融放贷、矿产资源等重点行业领域的黑恶势力，并且呢，通过一案一整治，有效地解决这些行业领域当中的突出问题，有力服务和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有了明显的提升。把源头治理作为治本之策，各部门各行业将扫黑除恶与行业领域综合治理相结合，从源头上支起绿网，瞄准扫黑除恶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开展治乱清源，用制度堵住漏洞，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出台综合防控措施，标本兼治，对行业领域乱象露头就打，最大限度地铲除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土壤，切实增强了对黑恶势力的免疫力、抵抗力，有力助推了社会治理现代化，让黑恶势力无处生根。